娱乐圈有很多明星，他们从小生活的家庭都不是很完美，有很多明星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。今天要说的这位，当他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异了，他就是蒙嘉慧。其实长大后的蒙嘉慧并没有做演员的打算，只是想不断的尝试些新鲜的东西。在广告公司做文职的时候，他还去拍了一些广告，当过业余模特，后来还和郭富城这样的大咖一起拍广告。正因为这一则广告让杜琪峰注意到他，并带领他进入了娱乐圈，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他在荧幕中塑造的每个形象都让人印象深刻，事业非常成功，但是他的感情却很悲剧。他当时和郭耀辉相恋，在一起没多久之后，郭耀辉就提出分手，后来才知道他的一个闺蜜挖了他墙角，防火防盗防闺蜜，说的一点也不错。不过在经历坎坷之后，蒙嘉慧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和郑伊健两个人生活得非常幸福。结婚之后，蒙嘉慧就退出娱乐圈，过起平淡的二人世界。可能是因为生活太惬意，蒙嘉慧如今都吃胖了，差点都让人以为她怀孕了。